我今年吃过牛肉的最佳，它在不断刷新我们对牛肉好吃的一个理解。每一个味蕾不会放弃跟它贴合的那个过程。我找到一家好吃的新派的朝鲜族烤肉，给老白打个电话。哎，老白，我找到一家特别向往的这个新派的朝鲜族烤肉，然后想着呢，很久以来就真的是很感谢你一直饲养我，然后所以今天邀请你来一起吃顿饭，怎么样？给个面子不？有这事儿？有这事儿，有这事儿。行行行，好，哪儿哪儿，逼大，你给我发个地儿吧。啊，馋这家朝鲜族烤肉已经馋好久了，今天邀请老白来，就是要黑他一顿。瑞哥请我吃饭了，瑞哥请我吃饭，瑞哥请我吃饭。知道吗？老白，老白，走走走走，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这个老太，走走走，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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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你来来，我就看看。老白老白，你来，他们家这么好，今天你可多点点，来来来，多点点。这是咱终有报复的机会，不用我请客。你说这咱是不是得当自助餐点？怎么办？都想要。哎，老白请客。都点点他一份，想点什么点什么，千万别客气。好的。最好的肉是一品牛排，特色肉是一品牛排。刚你说这俩一样，来一个吧。特级雪花上品上脑杠，这个要一份。猪肉是不是可以那啥一点？这个来两份。要一个鱿鱼。香脆土豆片。点一个小鱼花生，然后再要一个捞汁海鲜。哎，这是真露是吧？对啊，这个酒我从小喝到大，保质期十年。真露要草莓的。主食要一个海鲜葱饼、泡菜炒饭和石锅泡饭。麻烦您，谢谢谢谢。哇、啊！它是先烤哪个后烤哪个，是有讲究的吗？还是随便？正常咱们是这个网篦子啊，是烤这个牛肉。哇，它这个炭看起来有点好哎。啊，对，咱家是木炭是吧？对，我木炭。这是咱们的蒜米生炒盖，我尝尝原味去，先您各位啊。嗯，对，首先第一这个口感是很棒，这么厚嚼着真过瘾。然后呢？有一股奶味，就是淡淡的那种奶香味，真不错。要汁有汁，要味有味啊。嗯，烤的火候也好，我觉得不蘸料都挺好吃的。这个海盐。哦，对对对。尝尝搁了盐的。嗯。我人生第一次吃这种这么厚上老干了，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厚的。我看菜单上写什么排酸是什么？对，咱们这肉都是排酸肉，经过三天的火化，72小时的风冷机去排酸，然后能保证把这个肉的酸性物质。给它排出去，专门的设备在咱们哦，我知道，我进门口看着大柜子，那就是吧？对对 对。排酸柜记住啊，有俩表啊，一个温度，一个湿度。消毒柜上面那个温度，您看着也够消毒啊。您谁12.5那没用啊？那排了酸的就是好吃嘛。首先第一个，它是颜色上是非常不一样的，颜色鲜肉都有点发暗啊。是咱们经过排酸之后，咱们那个肉显得肉质特别鲜亮，看着特别红润，它那个肉的口感。汁水会特别多，像比如像我这种尿酸高的，这排完了以后是不是我吃应该问题不大，多吃点也没事吧？我也是有一个老客户啊，去别的地儿吃那肉，有的那个吃完之后吃的特别劲儿，跟你们家吃没什么感觉，一点也不疼也不占肉。我说咱们家这肉把这个肉质的对人体有害的一些物质都已经经过排酸排出去了，那就可以多吃点呗。对，可以多吃点。好，那我心里有数了哈。这是哪里啊？嗯。这个口感比刚才要坚韧一点，这个芝士没有那个那么多，但是呢，剩在那种比较香，比较韧，这个奶味比较明显，可能以前也没注意过，或者有奶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因为排酸。这是啥部位？这是特级雪花肉。特级雪花，哎，特级雪花可以可以。嗯，我今年吃过牛肉的最佳，奶味好明显，嚼劲儿、弹劲儿、出汁儿、肉质、口感，包括烤的火候，都很棒，没有什么可挑的。北方人还是喜欢吃咸的，稍微撒点盐，可能有点咸，但是我觉得一口很好吃。这口啊是本顿最佳。我平时吃肉啊，就真的很喜欢4-5块一起夹着吃，但是这个肉我都甚至舍不得，就是你的舌头的每一个味蕾，你不会放弃跟它贴合的那个过程。
这块肉我刚才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很粘盘儿，粘在那个排骨酸的关系。这别什么都扯到排酸，这粘盘儿是因为排酸吗？对，只有排骨酸的肉才会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粘盘儿。你看，我们只见过羊肉片贴盘，你拿它一个那个，哎，这快点，人家主厨给咱表演那个立盘吧，确实排了酸，就是能粘上。这调味应该不用粘了。哇，哇，这里面中间筷子一扎，好嫩啊！吃起来。第一种的是奶味儿，淡淡的黑胡椒，盐好像没搁多少，汁儿很多，最后有点甜。这是什么？西冷吗？看着。对，西冷牛排。哎，这我看牛排还有一个熟成是吧？对，咱们有一个干式熟成，就是经过拆分之后，在里边再放一段时间，15天左右。这个肉上锅之后，差不多在1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来吧，西冷西冷。我本人非常非常喜欢西冷牛排，它是那种瘦牛肉。哎，真的。那嚼起来好香啊，这个。瘦的感觉很明显，嚼起来唇齿留香，抵不住朝阳嘛，那么跑顺义这吃饭。顺义这边好风景多，外地朋友可能不了解，顺义是北京一个东北方向的一个地儿，有仨标签，一个机场，你看他都知道。第二就是牛栏山二锅头，牛栏山就在顺义。第三就是我们的啤酒启蒙，燕京啤酒也在顺义，这挨着那个手机厂，时间2-3分钟出来，完全可以跑到机场周边，就是比如这家，这时候过来吃顿烤肉，吃完了回去上飞机，或者是你坐飞机来北京下飞机，肯定没吃饭饿着，然后吃一顿，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底下应该是放了苏打水跟草莓的果酱，上面是什么口味的底下就给配了，贴心的配了什么水果。这是什么地方？必比牛排。今天全场最贵的一盘肉啊，就是您怎么烤的？我在家自己煎牛排就很难做的这么好的口感。首先第一点，这肉你得是经过这种全酸的肉，我去来回的翻它，翻动它得4次到5次，碾开之后再用边，要不然它这个汁水啊，全部顺着这个边成油。吃的时候，这肉就特别干，特别柴。一品牛排。哎，它跟那个另一块肉就是特级雪花，在我心中打架，就像鸣人跟那个佐助一样。但是在我心中，它是鸣人。不但现在吃的所有牛肉没有翻车，而且在不断刷新我们对牛肉好吃的一个理解。这一品贵点还是有点道理啊。还好，贵就贵。来吧，护心肉熟了。传说中的护心肉，这是哎，这个筋很明显。你看这个筋，瘦肉是瘦肉，筋是筋啊，有味儿。猪肉这调好味儿的，腌过。下次拍摄别穿这种袖子的衣服，你看沾的全是料。哎，真是累赘，影响我吃饭。下次不穿这种累赘的东西来，就直接穿个跨栏背心。你下次穿个泳装来。不，我下次直接穿这个。哎，这可以，这可以。能播吗？是吧？来吧，五花烤鸭终于。让你搞一片生菜，找几块五花肉，然后蘸这个酱。大酱是吧？对，蘸大酱、然后把它裹到这上面。这就可以了呗？对，可以了，有点像包老北京烤鸭卷那样。哎，给它包成一个这样很规矩的、很漂亮的形状。里边还是那种焦焦脆脆的，然后有油渗出来。但是吃完了好牛肉吧，吃烤猪感觉有点鄙视它。不是你不够优秀啊，师哥这个要求有点高。复合型芝士。哦，可以拉到，感觉可以拉到很长的样子。哇，哇哦。烈乳。没喜欢。哎，我听说，他们家有一盲盒。点。点，哇哇哦！接着炫，接着炫，咦，可以，继续，继续，继续。哇哦，这是饭后甜品是吧？哇，这里面有蛋筒，然后有草莓，有那个曲奇饼干、巧克力酱，然后那个燕麦圈圈，料好丰富。我第一次看冰淇淋里面有这么多东西，是这个冰淇淋。不被我们网友一口吗？来呀、
二白，我先去趟卫生间啊，有点乳糖不耐。拿衣服干嘛呀？哎，冷冷冷。2 hours later。现在不用去上电梯了，麻烦你结账，给您菜单一下。哎，那个女的呢？走了。走了？换一下妆。我可能是被算计。我也没关系，经常请他吃饭，差这一顿嘛，那这能吃多少钱啊？